这样，头再稍微捏一点点，放进去 ，OK 了，就这样的，前后接盘，对，后面盘子接在这里，啊，这边盘子接这边，出来，这边盘接这里，筛网挂它，挂到筛网。可以了，检查出来，看看里面出来，在这里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面，对，啊。这个粉呢，这个粉呢，这个软硬度一定要很合适，啊。眼睛豆，这个越进豆，好，一张照，真的操作前前前后后全部照给他看，看看会不会。